这个是我们今儿的这个，我们在这里吃饭。对对，这个呢是太太和成功的卧室，然后到这边是案发现场，也就是卫生间。然后这个地方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水池？小水池。首先我们是在水池里面找到了一个绿瓶子。对，这个绿色的水是绿植营养液。在案发现场那个柜子上面有很多花瓶，然后摆了很多绿植营养液，但是每一个案发现场的绿植营养液上面都有贴标，这个上面只有一个胶的痕迹。哦，被撕掉了。对，然后绿植营养液的标长这样。这个是案发现场找到的瓶子，然后在水池里面还找到了一个这个叫气死你的一种毒药。这个毒药呢是无色无味，挥发后被吸入可立即致人死亡，毒气会在5秒钟后消散。就是那个案发现场的这个瓶子应该装的就是这个气死你。首先在管家脚底贴着的一个，这个片叫做推墙消磁片，这是一个磁铁消磁的片。大家记不记得今天在那个马桶旁边有一个盖翻起来的下水槽，就是他踩到那个槽上的时候，那个槽会翻开，消除磁力，等于说一切都是提前被布置好的，他只要去上这个厕所就会死了。